来来看到和平埔先生关怀协会成立到今将进入第十冬，日前是特别来举办着埔光善心暖人间爱心永存型的绿色关怀活动，同时过来举办新社林理事长的告别典礼，希望会当继续把爱以及温暖传播到社会每一个角落。何必破神行关怀协会一百新社林理事长甲一顶礼，今年也是关怀协会成立第十周年，社会处长王兰心特别出席活动担任感高人。十年有成，在这十年里头，透过我们的理监事、我们的志工们，这样子在地方上给我很多很多的照顾跟帮忙哦。我们与政府单位、我们公司协力，把我们一些需要帮助的个案或家庭，能够透过物资、透过关怀，让他们的生活能够改善，也让他们生活品质能够提升。棒棒是强棒，掌声谢谢。这十年来吼，大家成就拢是大家的啦，因为大家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吼，不是讲干了会员，咱包括咱一挂朋友啦，吼，边缘一挂咱厝边遮，大家拢有咱斗支持，给咱斗，咱斗用吼，啊，所以咱嘛是拢爱感谢大家，啊，对咱普善成功啊协会这个扶持哦，啊，给咱斗三工。啊，之后我是讲，那咱以后咱的各级的理事长吼，嘛是。同款吼，同款，咱创会长嘛，同款加辅导，啊，咱会长吼嘛认真拍拼，认真来关怀弱势吼，照顾这吼弱势家庭吼，啊，咱今日做诶，咱做要做这善事，毋免讲分有大细汉，只要有淡薄仔能力吼，有淡薄仔能力啊，毋免讲一定落竿好业才会当做吼，安尼，主要就一个善心吼，啊，咱就大家共同来勉励，共同来做安尼。何必破碎？新关怀协会成立十年以来，努力关怀社会弱势、边缘家庭。即届这里的理事长李水明表示，将会秉持协会关怀精神，继续照顾需要帮忙的家庭。台中华新闻叶宏武、何必彩虹报道。